干什么？大爷，你干什么呢？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非常危险呀？司机师傅，请问这是不是末班车？是最后一班末班车，咋了？刚才站台有个小姑娘在等车，你们怎么不停啊？这大半夜的，万一遇到什么……停什么停啊？我看大爷你是没事找事吧？刚才哪有什么小姑娘？有小姑娘我们能不停车吗？催！哎，徐哥，大爷，如果刚才真的有人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不停车呢？哎，我明明看见那站台有个小姑娘，你们非说没有，难道我这老头子在说瞎话吗？就你事多，别人都没看见，就你看见了。大爷，这车我开了这么多年，站台有没有人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我，大爷，这大半夜的，你说这话容易吓人啊。难道我真的老了吗？哎，哎。哎，停车停车，等等我。哎，我还没上车，等等我。你徐哥啊，什么事儿？我不想跑四十四路了，帮我换条线吧。我知道你也很为难，可是崔，你都跟着十几天了，你叫我怎么说你？你也看见了，太瘆人了。我是看见了，但这个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不鬼的。徐哥，你就不害怕吗？谁不害怕呀？可是徐哥，你无论如何都得帮我这个忙，算我求你了。哎。各位，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，这次表彰大会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都在咱们公司。先进单位咱们就不用多说了，先进个人嘛，想必大家也知道是谁。好了，这事儿大家先不要声张，距离总公司的表彰大会还有几天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。这几天谁要惹出了岔子，都给我卷铺盖走人。这几天谁要惹出了岔子，都给我卷铺盖走人。就这样，散会。小徐，你先留下。小徐啊，这次的表彰大会省里非常重视，个人现金奖励也提高了很多。上级啊，就是想树立一个标签。真的？你知道这次的奖励有多少？多少？五万。这么多？这下你熟悉了吧？小徐啊，你老婆的医药费有着落了。谢谢钱经理，我一定好好工作。嗯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出车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哎。哎，崔，那拖把怎么没换啊？靠，我昨天交代了呀。喂喂喂喂，崔哥，怎么了？你这死丫头啊，我昨天就跟你说了，拖把坏了给我换一个，怎么不换呀？哎呀，我天哪，你瞧我这记性我给忘了，我现在给你拿把新的去啊。算了，微微啊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明天要是再忘了，到时候打你屁股。哎呀，崔哥你真坏啊，走啦。坐好了啊。
师傅，哎，这是最后一班末班车了吗？啊，对，现在就是最后一班末班车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家了。阿姑娘，扶稳坐好啊。嗯。不是不让你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你的东西不都已经拿走了吗？还有，哎。黄泉路站到了啊，有没有下车的？你别再跟我打电话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不是，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，夏童男？旭哥，怎么办？把他放了。旭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旭哥，不能打呀！打了这个电话，表彰大会的奖金就没有了。好了，这样，大家先不要声张，距离总公司的表彰大会还有几天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。这几天谁要给我出了岔子，都给我卷铺盖走人！旭哥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报警了，嫂子医疗费都没有了。你老婆的医药费有着落了。徐哥，没人。徐哥，咱们赶紧想办法把他给处理掉，要不然咱们这辈子都完了。师傅，车走吗？不走，车坏了，在修呢。那我上车等会儿。不行，我们给公司打过电话了，车一会儿就过来。嗯，我不赶时间，我先上车。不行，我都说了一会儿车就过来，你在车站等。好吧，站台离这远吗？不远，就在后边。哦，那谢谢啊。哎，哎，
哎！操！怎么不停车呀？徐哥，停车！怎么了？走那一条路。徐哥，咱们赶快把他处理掉。万一被人发现，嫂子的医药费没了，咱们这辈子都毁了。徐哥，走吧。徐哥，走。徐哥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也不想这样。你先回去吧。回去？我静一下。徐哥，这关系到你的前程，一定要保密啊。听天由命吧。徐哥，这可不能听天由命啊，万一……行了，你让我清楚吧。微微啊，徐哥，怎么是你啊？我还以为小偷呢。回来换个拖吧，怕明天又晚了。嘿，徐哥，你这是对我不放心啊？没有没有，你别误会。微微，嗯，这么晚还不回家？啊，我正准备回呢，我听到仓库有点动静，就过来看看。那行，那徐哥，明儿见。明儿见。拜拜。各位，我们还是公交总公司这么多年安全有效的运营，不仅在同行业中获得较高的声誉，而且还获得了点名表扬，这些与大家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。尤其是宋城公交公司的徐师傅，工作业绩尤为突出，因此经总公司领导班子、公司工会研究决定，颁给宋城公交公司的徐三丁徐师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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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啊！经总公司研究决定，为了表彰徐师傅的工作业绩突出，总公司决定奖励徐师傅人民币万元。哇，五万元呢？五万呢？这也太……五万元。这么多，请徐师傅给大家说两句。徐师傅啊，给大家讲两句。好，谢李总监，谢大伙。我好了好了，徐师傅的心情，大家也理解。恭喜徐师傅，徐师傅请客呀！好，请客，请客，徐师傅，请客，请客，别客呀！别闹了，你看看徐师傅紧张，都满头大汗了。我再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决定在年底给公司拨款，然后用于作为奖金发给所有员工。好，这个太好了，这。啊！哎，强哥，我知道，不是强哥，赌债赌桌还不是吗？不是，强哥你别急啊！哎，我尽快。
您好，您是徐三厅徐师傅？啊，是。有什么事吗？嗯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。上周五44路公交车末班车是你开的吗？啊，这女孩上了你的车，有没有印象？我再看看。啊，好像有点印象。你记得他是在哪儿上车吗？丰禄村吗？丰禄村上的。哎，那你记不记得他是在哪儿下的？这我就记不清了。这个女孩是应该到城里，但是她上了你的车之后就中途下车了。她在车上有没有不寻常？我是司机，我一直在专心开车呢。至于后边的情况，我车上当时还有没有人？记不清了。车上总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啊。还有一个安全员叫崔胖，他在哪儿？我能和他聊聊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警官你们好。徐哥你找我啊？这两位警官想跟你了解点情况。警官咋了？小倩，你跟这位同志了解些什么？我跟徐师傅单独聊聊。好。嗯。徐师傅，你好像很紧张啊。没有，看我们这一行的，谁见警察不紧张？条件反射。放松点，我又不是交警，没权扣你分。徐师傅，我们能看看你的车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警察同志，能问一下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那个女孩死了。妈呀，太可怕了呀！你手上没有？徐师傅，你这车每天都清洗吗？对，每天都有专人清洗。行，感谢你的配合。客气了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如果徐师傅以后发现什么不寻常的事，记得及时联系我。好，我们会全力配合。对，你刚才都跟他说了些什么呀？我就说头天晚上打麻将熬夜了，车上迷迷瞪瞪睡着了。这奇怪了。徐哥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徐哥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没啥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人家都被你们吓坏了。我们大老爷们干什么要你管呀？谁要管你啊？我找徐哥。啊，你找我？哦，钱经理说要把钱打给你，让你去签字。钱经理。在办公室呢。哎，徐哥，这边。啊，小徐，钱经理，你找我？对，小徐，你在这里签个字，签过字之后，会计会把钱打到你工资卡上。好。小徐啊，你现在的工作成绩都引起市里钱经理的重视了。他们说要打造一个标杆，
打造窗口型企业化宣传，号召大家都向你学习。钱经理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徐啊，这可是好事啊，你就别谦虚了。谢谢钱经理。那我出车去了。好，就这样，你忙，注意安全。哎。徐哥，上车！来了。徐哥，我们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对吧？咱们可是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哎，我呀，可是和你共同承担着大难，这福，嘿嘿，是不是也应该同享的呀？齐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哼。我觉得吧，现在这么多的奖金应该由我们俩呀一起享用吧。崔爸，你不会是想拿我那点钱的主意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弟弟对待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？学哥，你别生气嘛，这个对不起得起呢得从哪方面说？哪方面？这一嘛，我就想向徐哥你借点钱用用。这二嘛，嘿嘿，你就当破财下灾。胖子，破财下灾。胖子，当初这主意是你出的，现在的好啊，反过来威胁我了是吧？你要想清楚，这事要是被查出来，你以为你拖得了干系吗？不不不，徐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想向徐哥你借点钱用用。借多少？徐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不行，徐哥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兄弟最近手头有点紧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向徐哥您张这嘴嘛。到了再说吧。谢谢徐哥，我就知道徐哥对我最好了。徐哥，你看这个女孩的照片怎么会在我们车上？不是刚刚警官落下的？警官的不是这张，是警官落下的另一张呢。不过警官的那一张照片没有血迹。如果有其他人知道，如果有其他人知道，警官今天对我们也不会是这个态度。对，哎，姑娘，上车啊！姑娘，你不上车吗？徐哥，没人啊，走吧。徐哥。徐哥，会不会是我们太疲劳了，产生了幻觉？徐哥，他又出现了。
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逃不掉的！徐哥，他刚才说我们逃不掉是什么意思？徐哥，我们是不是遇见鬼了？胡说八道！徐哥，我先回家了。徐哥，我先回家了。回来了，宝宝，别走，你身体不好。嗯，你好些了吗？嗯，好些了。你工作累不累？不累。大姐今天来过了吗？来了，吃完晚饭就走了。这几年呢？多亏了大姐的用心照顾，以后有机会咱们一定好好报答她。这些年你为了这个家，为了赚钱给我看病。哎，对了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不饿。哎，一会儿先休息吧。老徐，我这个病怕是好不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要是能一了百了，这也就不拖累你了。宝宝，别这么说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会放弃。别这么说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个人险金奖的奖金已经发下来了，有50000块了。我已经请过假了，明天咱们就去住院。走吧。好。这个太惨了呀。我们没有放弃这件案件的侦破，警督处也非常重视这个案件，我们会尽快破案，给死者一个公道，也给市民们一个交代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能逃不掉的。你们来吧，手术正在进行，我带你们过去。神。哎，徐师傅，您在这儿干嘛呢？我，徐哥，哎，警官你好，嫂子出事了，叫你回去呢。哎，打扰了啊。
徐哥，你疯了！你要是说出去，你我都完蛋。你忍心看着嫂子一个人孤苦伶仃吗？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？受够了，我受够了！可我一想到我老婆，我就没有自首的勇气。徐哥，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徐哥，那个钱什么时候借给我？我急用啊！是为了你的钱，徐哥，你放心，我会还的。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不信我？一会儿回去给你。还是徐哥对我好。哎。哎呦，火柴人来了。怎么难不成是想我了？哎，那可不，你可是咱们柴人爷呀，能不想你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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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今天我要把以前输掉的都赢回来。哦，行啊，来下注。发牌。单走一个八，发牌发到家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嘿嘿，哎，下注，敢不敢？敢不敢？你呢？今天敢不敢玩一把大的？大的，说怎么玩？全压，没理由我会怕你啊！来。鸭有鸭，来！就这小牌，你跟我斗，看看看看，这是啥？哎呀，都是我的啦！哎，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还好意思走？强哥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啊。你们几个先出去，我有话跟他说。钱呢？前几天给你打电话，你说过几天给我，今天也该到日子了吧？强哥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想多赢一点，然后连本带利的一起还给你，可是运气不好，又输了。啊！他妈的，欠我的钱不还，你还好意思在这玩？强哥，再借给我一点，过几天一起还给你。再借一点，胖子，你拿我当傻子？强哥，我哪能当你是傻子呢？是这样，我有个兄弟，他有一笔奖金，到手30万，他说了要分我15万。到时候连本带利的一起还给您。胖子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有钱的一个。那是。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过几天我要是见不到钱，你知道后果。哎，谢谢强哥，谢谢强哥。为什么要害我？哎，谁呀？我命来，不要过来！我命来。杀人偿，不要过来！啊，血债血偿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是你害死了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承认了？不，这是一场意外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就放过我吧，放过我！你是鬼啊！你们躲不
掉的。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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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。血债血还，这是一场意外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撞到拖把上，死出了心脏死的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那你们当初为什么选择隐瞒而不报案？不是我们不报案，是根本没人相信他是意外死亡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杀人偿命，血债血还。饶命啊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饶命啊。徐哥开门啊，徐哥。徐哥。开门啊。徐哥。你咋来了？我看见他了。你看见谁了？那女孩，那死去的女孩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旭哥，真的，他这样，这样。难道你真看见他了？旭哥，我真看见他了，这绝对不是幻觉。不要瞎说。旭哥，我没瞎说，我真看见了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杀人偿命，血债血偿。”偿命，血偿。徐哥，怎么办？我害怕呀！你怎么跑我这来了？我趁他不注意，我跑了。徐哥，今晚我不走了，我就在你这儿了。对了，嫂子呢？在医院。我今晚就不走了，我就在你这儿睡了啊。别过来！喂，金经理，我想跟你请个假。请假？昨天不是刚请过假吗？今天还请？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感冒。我还以为什么大病。今天你不能请假，今天李总经理要来视察我们公司，你一定得到场，别到时候李总经理问起我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不就是感冒吗？身体哪有那么娇贵？今天你爬也得给我爬过来。微微，哎，徐哥，什么事儿？看你嘴胖了吗？哎，没，别提了。昨天你请假，他就没有来。李总经理为这事大发雷霆，说要开除他呢。哎，这个家伙。你跟他联系过了吗？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了，也给他发信息了，但是都没回。哎，徐哥，看你脸色不大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有点不舒服。那你还干嘛来上班啊？生病就好好在家休息。不是说今天有领导过来检查吗？再坚持一下吧。对啊，是听说领导要来。对了，如果你看到崔胖，让他别走，我要跟他好好说说，别真的开除了，毕竟工作这么多年了。嗯，行，徐哥，你放心吧，等我见到他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。
哎，徐哥，你一个人开车注意安全啊。喂，强哥。喂，强哥，钱呢？崔胖，你可是说好的今天还钱的。强哥，我正在想办法，你看能不能？等等，你要是欠我的钱不还也就罢了，可是你欠的是我老大的，拖了这么多天的，我也给你隐瞒了不少。我老大可是发话了，今天晚上12点之前，你要是不把钱拿给我，明天他可是上你家了。这事儿他要是出面的话，事情可就不太好看了啊。强哥，你再帮我说说。崔胖，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不是警告，这是最后的通牒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强哥，强哥，是你害死我的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害死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还我命来！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徐哥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徐哥。徐哥，你怎么了？徐哥，你怎么了？微微啊，没事，我就是摔了一跤。哎，徐哥，你注意安全呢。好。徐哥，怎么了？我要回家，我看不了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徐哥，这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徐哥，这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如果今天晚上不开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跟钱经理交代，也没有办法跟乘客们交代啊。交代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要跟谁交代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哎，别别别别，徐哥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你说这是为我好？你们在吵什么？你们在这边吵什么？没有，钱经理没吵，误会，我跟徐哥没吵，就是徐哥他……要什么？说话能不能一次清楚啊？他身体不舒服，想回家休息。回家？还没到下班的时间，怎么能回家？小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钱经理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想请假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小雪，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就算身体再不舒服，你也得把最后一趟车跑完。至于请假的事情，明天再说。钱经理，我不能干，我不能再干。至于请假的事情，明天再说。钱经理，我不能干，我不能再干。小雪，今天这事就这样说定了。你今天不跑这最后一趟，我去哪里给你找一个人替你跑？就辛苦你，坚持，坚持。不行，我真的不能再干了，我不能再干。哎，我说小雪，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犟啊？你要是不跑最后一趟，先前所有的荣誉都白费了。明天万一有一个投诉电话，那我该怎么交代？这事你也知道。徐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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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崔胖，你小子这几天死哪儿去了？还是他回来？钱经理，我别说了，旷工两天，明天再找你算账。今天先跟着你的徐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今天把话撂了，
明天我但凡接到一个投诉电话，之前所有的荣誉和奖励通通不算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徐哥，钱经理都发话了，咱要是不干，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。徐哥，钱经理都发话了，咱要是不干，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。徐哥，你怎么了？带病上班你又不是第一次，你看你。白衣男子，啊！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你也看到了。不害怕你？我就不信，两个大男人，来。徐哥，你看后面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女朋友没上车呢，你怎么把门关了？开门啊，开门啊，还有人没上车呢。哎，啊什么？快点开车门，我女朋友没上车呢。她是你女朋友？废话，不是我女朋友，难道是你女朋友啊？哎，神经病吧你们！神经病吧你们！我还没上车呢。孙，别吵闹。徐哥，怎么办？不会是他吧？希望吧。师傅，师傅，怎么不开车了？啊！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怎么了？是人呢？别喊！什么人？终点站到了。终点站到了。下车了吗？徐哥，干嘛？徐哥，下车了。赶紧下车。这怎么了？这大半夜的，你上车能不能轻点啊？哦，对不起啊，这是最后一班车吗？哎呀，哎。
正好赶上了。哎，不能下乡。哎呀！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怎么开车的？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在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什么？在哪儿？你们都看见了吗？看见什么了？一个白衣女子。哪？上面没有啊？喂，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哇？开一天的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明明看见了，我明明看见了。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看见了吗？你们看见了吗？难道真的是有鬼吗？你们别吓我好不好？不会真的有鬼吧？别害怕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不一定，我以前好像听说这一带都鬼魂出现的。不行，我害怕。别害怕。靠，别叫那么瘆人好不好？赶紧下车吧。哎呀。翠。我要离开的不是这个地方，我要离开的是这辆车。当初事情就是发生在这辆车上，这辆车有问题。你倒是开门啊！翠，你们逃不掉的！我去！Thank you.
进去？你还不进去？为什么还不下车？我不知道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徐师傅，有鬼在害我！我救他。哎，徐师傅，该交代我都已经说了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行，待会儿会有车送你去看守所，你好好想想，交代的越多，对你越有利。警官，我怕我知道的都一五一十的说了。行，那我们先走。小贤，你根据徐三丁的口供去调查。是。哎，对了，啊，崔胖现在怎么样？崔胖已经送到医院，很危险，伤势很严重。有鬼！怎么了？有鬼！这是死者的状态解，不是鬼，就是鬼！有鬼！嫌疑人这两天一直声称看到你妹妹，这就是做了亏心事的后果。有鬼！我们先走吧。有鬼！哎，你怎么了？你答应我的，抓了凶手就会告诉我的。哼，你这也太快了。你信不信？我有第六感。我不信。我早就说过，我妹妹的死跟那个公交车司机有关。徐三丁确实是我们本案的唯一嫌疑人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警察办案需要讲证据。嗯，说的也是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收集证据，尽快给你妹妹一个交代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终于写完了。大功告成。